大家好，我是囧哥。昨天晚上10:30钟，我接到了自治区农业厅的指示，叫我连夜赶到这个新安县，来助农助力这个南丰蜜橘。现在我来到了现场，看到了你的。非常难过啊，因为丢了，丢的这个果到处都是。这个就是交易市场的门口啊，都掉的到处都是啊。其实这个果都是还可以。哎，老人家，这果多少钱一斤呢？8毛。8毛是吧？这个是品质好吧？啊？这个品质好不好啊？甜不甜呢？甜不甜呢？甜。甜是吧？8毛钱一斤。嗯。哦。那这个果那么好，是8毛钱一斤啊？在这里当地。现在我是在这个批发市场内啊，当然这个批发市场现在都有很多的大车，在这里装货啊。现在在我面前的话，就有那么一堆这个果子啊。这里你看，现场是非常的惨烈，可以用这么一个词语来形容吧。因为现在丢在这里，可以我估计算一下。目测一下，大概也有个10000斤左右。外面下雨，大家好，九妹现在来到桂林新安县这里了。你看，现在已经差不多晚上差不多10点了。这些阿姨还在这里打包，都是为了给赶紧给朋友们发货啊。而且这里当地真的很冷很冷啊，说话的这里的冒烟呢，都
我刚才看了都是3度左右。很晚了，还没有把这些水果唱完。喂，不要压烂它。倒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它的这个果皮不耐放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不好品相的，我们就不发出去，然后又不好意思退给村民，所以这个损耗啊，也是归九妹来了啊。三四千，就是为了把这些水果摘过来，尽量把它扒完出去。现在这些果农还要继续的把这些果拉出来，走出来在那边忙着去。真的，他们都是当地的。他这个是，他这个家庭是比较特殊的，跟我那边多那个。这是我们帮他拉来的，他那个脚帮他关的，还是你们帮他拉来的？哎，对。应该可以是他，这是他的，然后这个是他老婆的。他老婆是精神这里经常是住院的，家里面这样子啊。他老母亲呢，应该是将近快90岁的老母亲要他抚养，然后他有个弟弟也是单身的，快40多岁了吧，也是有点，他是不能那个的，要这个特别的人群呢，要特别的照顾啊，特别的人群，真的是不像其他的贫民窟不一样，其他贫民窟脚也光，他的脚也。现在我们全部都是收这些贫困户还有残疾户啊，尽量把他们。还有一个绿豆腐的耶，2900啊，2900，谢谢这一年的那个收入，收入在2900是吧？好，我们争取明年要达到19000哈，要尽快脱贫，好不好？哎，辛苦大家了，分钱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正排队拿钱是不是？啊，在外面啊，赶快去拿钱啊！从外面拿钱、啊。找工头嘛，找工头嘛。这些阿姨他们上班了，回家去领。看他干了多少个小时，要发工资给他们。其实大家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啊，各有各的，也幸亏了我有能力帮忙。
现在刚刚把刚才那些阿姨的公鸡已经把它发好给他们了，现在他们回家。老表跟小侄子在这里把这个树已经盘好了，搞好了，我们也回去收拾了。现在也11点多了，我们现在这里也太冷了啊。嗯，对，这里太冷了，我们那边好热，这边好冷了。一下子过来有点不适应，太冷了，比我家里又冷了，差不多10度左右。好了，喜欢九妹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。喜欢新安的蜜橘，记得在九妹的店铺里面购买，助力新安人民啊！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了。